咱们没错，你忘了，汉人就是因为不肯流血，才被他们欺负了300年呢，接着又被洋人欺负。咱们革命，就是为了400万同胞能够站起来。我不想站起来，我啥我都不想要，我想我娘。 我想阿娇，阿娇一定还在等我。喂，李总办，我们几个快死了，你能不能帮我们几个留个话？好。 他叫陈佑文，家住佛山正义街，家里就他一个孩子。建成，你把这点钱带给他老娘。佑文，你还有什么话要给阿娇带，都说给李总办吧。 我是潘宇的，我二哥就在制造局，他叫周志民，你就帮我跟他说一声，他三弟就是被他造出来的子弹打死的，你让他自己看着办吧。好，我就是光棍一个，没什么好说的。 你替我逢人就骂，秦少白是个大骗子。秦少白，对，你胡说什么？你就说我骗你不就完了吗？下辈子还给你。哥，你怎么到现在还替他们说话呀？你被他们骗得还不够惨吗？为什么说？阿六，到你了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 就一句，老子20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。说得好，20年后天早就变了，用不着当好汉了，当读书郎吧。哟呵，几位还聊着呢，革命，革命就得挨枪子儿。真是，带走，起来，走，走，走，起来，别回去了，走，快点，起来，快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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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走
李崇光，我要找人带话。带话？
对，我还有钱，瞒你帮我带几句话。哼，知道你有钱，等着吧，有的是机会，快出来，有人来看你，快点。阿四哥，你没事吧？ 淑云姐使了钱，让我先进来看你。别哭了，对眼睛不好。阿四哥，阿四哥，我知道你命大，你不会有事的。我就在外面一直等着你，就算你死，我也要等你出来。你等我干什么？ 你还不明白吗？我早就是李崇光了，我是李祖范，是李崇光，砍了头是李崇光，不砍头还是李崇光。我有家，你是随便说说的，对不对？习惯你家，你我有老婆，不是这样的。你等我百年，你是傻等，你死心吗？ 阿纯，阿四不在了，过去的日子再也回不去了。阿四哥，我知道回不去了，我也没想要回去啊。你往前走，我也跟着你往前走。阿四哥，我不管你是谁，我都是阿纯，阿纯是你的女人。 你这叫一厢情愿，阿四哥，阿四哥，别人说什么，我都不相信。淑云姐怀孕的事虽然是假的。 你为什么会信？阿四哥，我只想让你亲口告诉我，你说，我才信。你早就知道明白了，问我干什么？ 阿纯是不是？行啊，你长本事了！阿纯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你当我猜不出来我傻呀？你找到秦孝白了没？你爹为什么会被抓起来啊？先别管他们。李崇光，我告诉你，你先不用让阿纯死心。你是重刑犯，不会被立刻处决的。你就待在牢里，该吃吃，该睡睡，还像上回一样，我在外面活动。我死也会把你救出来。 你救我出去干什么？我是阿四，贱命一条，值得你救的是秦少白。废话少说！你找我干什么？你运的是不是空枪？什么空枪？我问你，你给新军一标送的是不是空枪？你胡说八道！一共5000枪，12000枪都在子弹，我全都检查过了。不信，你去问问老爹。
我爹姓刘的革命党，什么意思？你为什么问这个？这回起义失败，就败在这批军火上。新军们根本就没有收到子弹，他们收到的只有枪，被铁山的巡防营追得满街死、满街跑。那不是平叛，那是屠杀。你替我逢人就骂。 秦少白，是个大骗子！怎么可能？我再三检查过，真枪实弹。老丁要去驾车，我还坚持要去呢。你可以询问老丁啊。没有人见过老丁，现在都不知道老丁在哪里啊。怎么回事？那个姓刘的革命党呢？我也不知道。 我是听革命党说的，他们根本就没有见到子弹，所以他们怀疑你是铁山的人。铁山回来了。铁山不回来，我爹怎么会倒？你爹为什么要抓秦少白啊？我爹什么时候抓秦少白了？你还替他遮掩？我什么时候替他遮掩了？哎、到时候了，快走！再给你5分钟。 你瞎说什么？要不是你爹抓秦少白，根本不会起义。去问你爹去。昨晚的事情搞清楚了吗？政委兄受了伤，他说是李崇光骗了我们。怎么回事？当时仪表已经冲出了军营，等着军火车，可李崇光派人送来的全是空枪，没有一发子弹。然后铁山的巡防营就到了，所以。 李崇光先是欧巡抚的人，其次他还可能是铁山的人。一定有重大的误会，我要见政委，我要见崇光，这件事一定要搞清楚。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把昨天的事咱们俩再赶紧对一遍吧。 写的什么呀？你念念念念念念！是是是，写的。我看看啊，我给你们念念啊。通缉犯李崇光，窝藏军火，私通乱党。通缉犯丁顺成，私运军火，私通乱党。 有发现者，赏大洋100块。哎呀，100块大洋！这怎么这么贵啊？这真不行！站，别动，别动！干什么？你看，干什么？我是李崇甲，抓的就是你。走，走，走，快走，走，快点！走。 爹，我无家可归了。哎呀，傻丁哎！ 少白送到医院，然后李崇甲就走了，然后后来他们没时间了。第一，你要赶紧去见你爹，搞清楚秦少白被抓，铁山出现，他自己被抓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第二，你要想办法找到老丁和小丁，搞清楚那车武器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这样你才可以帮我在革命党面前洗清。这不光是洗清我，现在连秦少白都被新军革命党员们恨上了。你马上去办。好。
还有，要相信李忠家，跟他合作，他就会又救了秦先生。你不能再怀疑他了。你在牢里要挺住，我一定会救你出来的。 我不重要，关键是要查清楚，到底是谁害了这些新军革命党员们的命。这样是啊，是，这什么事儿？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最近这两天不太平，你看没看上那边？啊，我没让你讲这个。 我让你讲乱党，讲啊！我没参与乱党，来呀，在，打他一边巨棍！我见铁大人，我最讨厌你这种人了，哎，动不动就说见铁大人，见铁大人是吧？先过了我这关再说，来人！ 给我死里打！过来，慢着，等等。喂，是铁大人，在我这儿，这我全明白。是。 让你们放开了吗？谁让你们放开的？这，给我打！过来，打！过来，老实点！这，嗯，死罪免了，活罪我还能饶得了你？让你跟我这儿人五人六的，你欺负我，打死你！ 送鸡汤干什么？年初一吃的还没消化完，以后别花这些冤枉钱。金山银山都不够使，你让他们每天晚上给我一盆热水，能泡个脚。 就阿弥陀佛，你也算孝子了。爹，是我对不起您，是我害了您。淑云，今非昔比，有些话能说，有些话就不必说了。多口头，少说话。 你记着爹这三句话，兴许还能挨过去。是，爹。淑云呐，你有好多疑惑，爹也有好多疑惑，慢慢想，总能想明白。我呢，就问你一个问题。 爹，你说，还是年初一问你们的那个问题，你们当时没回答我。哪个问题？就是当时我问你们，到底可不可信的那个人，年初一那天他在干什么？ 李重甲这个人可不可信，
是跟你们俩一样不可信，还是比你们俩更不可信？李重甲这时候是向着我，还是向着乱党？事关全局啊！爹，他是我们的人。没问你这个，我问年初一这天他在干什么，想清楚了再说。前头他跟我们一起等消息，后来我不清楚，然后他和重光陪那个人去见你，然后那个人就被您扣了，他跟重光就去找了那些人，那些人就决定他们自己起义，他就和重光分头了。接下来他干什么了？他帮我救了那个人，然后我们一起去了医院。好了，不用说了。你是怀疑他跟狼头联手？我没有怀疑他，你误会我的意思了。其实整件事情很简单，铁山根本没有离开广州，他派铁钢这种尖鼻子走狗四处打探门味，老不死的给你爹做了一个大圈套，偏偏革命党要起义，你们几个小辈都屁股上有屎，被人家点着了，于是溺亡捕鱼，一锅端。爹，现在我该怎么办？我都告诉你了。什么呀？看你这记性，多口头，少说话，最好不说话。家的门不许再进，爹账上的钱一分都不能少。我告诉你，谁碰这些钱，谁就得死。听懂没有？听懂了。那欧巡抚没有怀疑李重甲，可他只问了一个问题，是关于李重甲的。以他的智力，怎么会看不明白李重甲？哥，可他要是看明白了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欧淑云呢？只有一个原因，他要保住他闺女的命。如果让李重甲知道了欧淑云是知情人，那欧淑云的命早就没了。哥，那咱们还能再用李重甲当卧底吗？这事儿
只有欧兆新能想明白，可他也只能烂在肚子里。听说桂祥那小子把李重甲的屁股都给打烂了，回头你给他烧两瓶咱们从宫里带来的跌打秘药。哎，哥，那欧淑云咱还抓不抓呀？是一个女的。 没什么用，交给李重甲处理吧，就当是给他的报酬。行。等等，立刻带人去抄欧兆新的家，记得把跟总督有关的东西都挑出来包好，我要亲自带给总督大人。我懂了。哎，哥，上头下旨抄家了。 等到上头下旨，钱都到上头去了。好，对，得嘞。您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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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在前面。啊，就在前面。 第一步，花旗银行保险箱密码号2467773。 分析的不错，看来铁山就是藏在暗处，有意让革命党起义，设局，害了革命党和你爹。不过我相信，崇光肯定不会背叛革命党，所以那批军火在出厂之前，肯定是真的。老丁父子的失踪。 和这批军火后来变成空枪，一定有关系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老丁父子。不过，找老丁父子还在其次，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救人。你爹和崇光现在都被抓起来了，铁山和总督肯定已经串通好了。 现在走仗，可能已经到了京城。等到圣旨一下来，勾个斩立决，一切都完了。你没事吧？如果要救人，要先救你爹。只有救出你爹，才能够有可能救崇光。我爹说，要救他，得找总督。 找总督，不能光靠钱。怎么了，大人？没事，有点烫。烫吗？啊？烫不烫？烫！烫吗？赶快接水！好，来来来！ 舒服吗，大人？舒服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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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 这个臭小子，放哪儿了呢？这些账平常不都是你帮着记的吗？本来是我记，后来他认了字，非要自己记。再说。
这些脏账谁愿意帮他记啊？阿斯在各方面进步都很快，无论从哪个角度，我们都应该救他。舒云，你实在是太困了，要不然你再回去睡会儿，我们倒着班重新再找一遍。我不困的，你去睡吧，你刚受了伤，休息不好容易感染的。舒云，那我回去吃点东西，然后再回来替你。你先慢慢找着。巡抚和阿斯都已失去了利用的价值，我只需踩着铁山和革命党两条船就行了。欧淑云，这个女人也终于要属于我了。人都到哪里去了？人呢？人呢？来人呐！来你就待在牢里，该吃吃，该睡睡，还像上回一样。我在外面活动，我死也会把你救出来。不成，不成，不成！
见见我老公吧。我告诉你，你再来的话，我就把你老公的腿给打折了。回去吧。之所以落到今天这一步，都是总督向铁山告的密。那大姨娘呢？她回娘家了。抄家的那天，她哪见过这个阵势？听说老爷回不来了，当天晚上她就上吊了。骗子都是老爷平日在京城的舅舅，我想着您可能有用，拿着吧。说你们这办的叫什么事儿啊？我这儿紧上紧下的忙活，你们倒在这儿推三阻四，现在这案子都捅到天上去了，那就得请天上的人来办，知道吗？哎呦，醇亲王盛大人，你们知道吗？那我请的都是京城里顶天的人物，袁公宝，哎，就是这二位一合计给撸下来的。是，能撸下袁公宝的人，那就个区区的欧巡抚，不跟打嗝放屁一样容易吗？二嫂，救了欧巡抚，那才能救李崇光，你懂不懂呀？二嫂，我跟你说，你现在再舍不得花钱，那可就没机会了。大三叔啊，只要能救出崇光，砸锅卖铁我都干。是是是，可那2万块钱给你了，连个水漂也没看见。2万。这2万只够喂王爷家门口那条狗，哎，可是这2万咱花出去了，不就能登堂入室了吗？你要现在不接着花，那这2万才真算打水漂了。2万块钱喂狗？哎呦，二房还真有钱呐！啊，嘿，我怎么就听不得有些人，啊，说三道四，就巴不得自己亲侄子被砍头呢，是吧？他好独占呐，二嫂，有了儿子，哎，那才是硬道理。哼，他三叔，可我真是没钱了。你少跟我在这装穷，你真没钱是吧？好，我想办法去赎人。来人，搬！老三，你不能乱动，这些都是老太太的东西啊。老三，明抢啊！这个案子可是我们崇家的。不许动，都不许动！你们少来啊！你仗着个假儿子倒腾了不少东西是吧？还有你，你那儿子现在可什么都不是，还指着我提携他呢！啊，给我搬！好！你们不能动！听着，谁在挡道，我可真不客气了啊！搬！干什么呀？都看着点啊！拿下！太吓人了！这个黄花黄条的那个，住手！对。哎呦喂！这是谁呀？这是啊？
这不是咱们府台大人的千金小姐吗？啊！哎呦，您瞧您这怎么一副落汤鸡模样啊？啊！还有您这鲜亮打蜡的发型。哦，我受累问您一下，咱这鞋是法兰西的还是意大利的啊？哎，哎，咱那洋汽车呢？哦，是停外头了是吧？嘿，瞧瞧您这侍从，哎呦，一个个的小蛮腰。 嘿，水灵！没想到啊，啊，没想到，如今府台大人他老人家也遭了难了啊！哎，不过侄儿媳妇儿，你要是真心求我呢，啊，我指定把你爹一块儿救出来。